是否想过，五光十色的建筑群变成水下古城，老街的古巷子成为鱼类统治的皇宫，400多米深国际金融中心成为未来深潜竞赛的热点，这一切不是妄想。滇中明珠下的千年古城，万历年大地震后的海底废墟，千岛湖下沉寂了一甲子的尸城，都真实存在。斗转星移，山川阻隔，禁锢不了我们的好奇心。现在开始，和我们一起探寻水下古城。